多謝多謝多謝，我好開心啊！我真係喜極而泣，我有眼線啊，所以我做喊戲咧就唔使滴眼藥水嘅。好多謝公司，好多謝，多謝你，多謝你，真係人間有情。好多謝 TVB 多年嚟對我嘅教導同埋栽培。好多謝高層們啦，台前幕後大家同事嘅多年合作。近期 BB 來了係一套好成功嘅劇集，好多謝監製阿俊石同編劇團隊們炮製出一套咁精彩嘅劇集，同埋俾機會我演出奶奶呢個角色，令到我演技有所發揮。好多謝你，多謝。更加多謝廣大觀眾對我多年嚟嘅支持同愛護，我會繼續努力，繼續拍多啲好戲。多謝多謝多謝。從好朋友手上面攞呢個獎份，我有意義噶。多謝曬，多謝曬，多謝多謝曬各位合作過嘅同事們。專業演員獎我真係唔敢當，我只不過一直以嚟都係秉持住做演員最基本嘅態度同埋本分嚟到面對自己每一個角色。我相信一件事，你在什麼環境長大，或者在工作和生活裏面，在什麼環境底下，你就會成為那類的人。如果我要拿這個專業的獎的話，唯有要說的就是，我每天工作的時候，我所面對就是一班非常專業的台前和幕後的人包圍著，所以我在他們身上學到這個專業。我只不過代他們拿這個獎，我相信公司大部分同事們都配得這個獎項，只不過今次我比較僥倖。在未來日子裏面，我會繼續把持著這個專業的態度來面對每一個角色。最後要多謝珍姐，在我真情的時候開始已經給我這個演出的機會，跟著在過程裏面不斷地加以鼓勵。多謝大家，我會繼續盡力。 Thank you。多謝各位。從來冇諗過會攞獎，所以都冇諗過要講乜嘢，好實例。放心，我唔會喊。多謝咁多位。首先到多謝杜生、Sandy、樂小姐、珍姐。我記得珍姐我回家時是第一輯，珍姐跟我說記得那段時間就是要我扮女人，珍姐知道呢不行，要我改一條眉，不行，所以不可以動一條眉，用其他方法。這句說話我真的放在心裡，多謝珍姐，多謝用我監製，多謝文偉浩。嚟緊嘅《唐人街》呢個角色，我會俾心機去做。仲有牛校女高音黃藝昇，呢個戲我非常之中意。仲有我哋《愛回家》，多謝《愛回家》，我一班演員、幕後工作人員，多謝編心編劇，多謝你哋，多謝我屋企一對仔女同埋我太太同埋我 Terry， 多謝你啊，我拍檔。